啊，你介绍你现在是磨的什么石？龙纹石。龙纹石啊，吼！而且我听你的老那个餐厅的老板讲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吼，这个吸如果有水的时候吼，颜色都会不一样啊。有那个五味的海草，五味水草吼，印记的颜色都发出来都不一样吼。嗯。就是有我们的特征啦吼，嗯。你做你做工别摸我的手，啊！我足紧甲你看，我袂甲你学功夫，你安心。啊，这个功夫嘛无人甲你学起来，哦，这个功夫学袂起来啦。啊，要照有耐心的少年家在遐玩吼，嘛无简单啦。嗯 ，OK， 好。